Hello， 爱奇艺综艺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林怀伟小林。我想对进场时候自己说，就谢谢你，辛苦这样。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嘛，所以来了之后也会害怕，说什么自己一个人势单力薄的，势单力薄的。然后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很照顾，谢谢。哇哦！是很想说，但是就我努力到极致，然后一切都随意，都是这个样子。希望我家人在现场，因为怎么说呢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很想看到我在现场，看到我就是那天不管怎么样在现场看到我，可以说朋友们走了，就是以前就是有好玩的好的朋友，然后走离开了，当时很难过。宇航啊，车车啊，小楼啊，邱广汉、文叶晨他们，所以说当时就挺遗憾的。没有，知道吗？我觉得还好吧，就是可能我当下就是他在那边要练舞，然后我就过去就跟帮他就是说一说，就我会过去跟他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哪里是错的，什么什么。是，我会好好加油努力的。然后我知道你们很辛苦，每天都在为我们助力。然后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。我们一起努力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希望就是能跟你们一起走接下来之后所有的路。谢谢。没了吗？你还想说什么？说一下我舞台干，问一下我舞台干的表现。我刚才在舞台上很忙。忙着绽放自己的魅力。